开始，我快点嘛，啪一下就过去了嘛。哦，这是我的时间。再剪一个，这个小，什么？就大的呢，就小的。大的。哦，大的剪一个。剪不住。剪不住，这个样子。捏一下就好了。面剪好，然后再在那里稍微缝一下。卸不行。特写切对，切开把特写。现在就两个机器原来样子就可以了。这有没有声音呢？他们，你录的有没有声音啊？等一下，我们说的话不就听见了？没抱住，好了好了，不用抱了。